哎，立马来破局一下哦！所以观众们看一下，他这戏真的很像是很好玩哦。他会自动帮我们去出征你的这个新民情，其实他会帮我们自动出征哦，我们就只要在那边收钱就饱了。哦，怎么会出这么好玩的一款手机游戏哦？真的是不得了。好啦，也就是你每天只要一直在这边解就可以了。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去管什么进度啦，就。可以到哪就到哪，你等啊。当然，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是，因为你们越玩下去，它的场地只会越来越大，你们知道吗？笑，最重要的重点就是，哎。哎，等一下，真的假的？最重要的重点呢？什么是拜访？所以我要前往支援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可以去攻吗？那。参与国战是什么意思？升级有关大师，哎呀，哦，所以真的很好玩哦。其实我觉得大家卡等也不用担心了，因为呢，就算我今天卡在这里，啊，有了，你现在怎样？规定品质英雄数量不足，这是什么态度啊？这边没有啊，这是一个 bug 吗？差一点点而已，他就不给过啊。前几天我们那个不是按掉吗？为什么？啊，糟糕！钻石都拿去抽了。不管了，那你到底要怎么拉上去啊？不然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，你去看那个高星的有没有碎片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哎呀，差一点点啊，可恶啊！真的是万恶，可以吗 ？Please， 酒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给观众看我们最新农道的那个地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像这边，哇，真的是很好玩。你不用攻没关系啊，因为它会自动攻。反正呢，最大的动点是聊天室的人。Ever， 酒馆第一名的玩家哦，我可能最近要把他的装备给他讲一下。天庭律法，那这个的话呢，也可以看一下属性加成啦。现在开始讲到这边，其实就有点蛮详细的啊。好友给我一下，不是、啊、日期，日期，日期。